兰斯洛特技能介绍：主武器五倍形态，荣光骑枪，高射速高伤害，冲锋骑枪。在骑枪突刺或重态冲击命中敌人后，会获得短时间内的子弹强化效果。在此期间，兰斯洛特射出的子弹可以穿透己方的天穹护盾。冲锋形态，骑枪突刺，向前突刺，命中敌人后将造成大量伤害。副武器，天穹护盾，向目标方向投掷护盾，护盾命中目标或障碍物后将展开半球形能量护罩，能拦截所有子弹。战术技能，加速冲锋，被动效果，持续奔跑蓄能，一段时间后自动进入冲锋形态。主动效果，立即进入冲锋形态，极大提升移速。重态冲击，冲锋形态下可向前方跃进，重力践踏前方区域的敌人，造成大额伤害和减速效果。重态完毕后将会切换为五倍形态。跳跃，进行一次普通跳跃。兰斯洛特实战技巧，作为以边境巡逻和局部治安为使用场景研发的骑士机甲，兰斯洛特拥有机动性极强的运动机关和坚固难摧的防御系统，在长途奔袭和坚守阵地中均有优异表现。兰斯洛特拥有五倍和冲锋两种形态，在五倍形态下，兰斯洛特持有的由特殊合金制成的荣光蓄能冲锋骑枪，可以从枪尖以较高射速射出威力强大的脉冲射线，对敌人进行连续打击。在冲锋形态下，兰斯洛特会获得极大的移速加成。冲锋形态下的兰斯洛特拥有重态冲击和骑枪突刺两种进攻手段，或是高高跃起对敌人进行一次重态打击，或是举起骑枪向前突刺穿透目标，对其造成大量伤害，使目标失去反抗能力。除了出色的进攻能力，兰斯洛特独特的防御手段同样值得一提。兰斯洛特左臂装载的天穹之盾，能够在抛出后生成一个巨大的能够拦截绝大多数子弹的半球形能量护盾。奔驰在战场上的兰斯洛特可以灵活使用能量护盾，为自己和队友提供防御支援。跃进长夜，枪底黎明，抵御住了一次次残酷进攻的兰斯洛特将用自己的方式捍卫和平。